Ja, sag mal.放心，我不会出尔反尔的。但是做事要有始有终。你给我个什么当经验吧？行，想要啥？你的腿。也不多。从这儿切。啊，你扛走一条腿，我落下个终身残疾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不算。行，我怕你了。那你怕我，你把腿给我了。我能要人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说不是最好的时机。有一句老话，事不过三，我害怕你再不找我。马后炮。
昨晚回来好晚。嗯。西姐，你谈恋爱了？啊，是我的梦吗？嗯。哎呀，肥糖，肥糖。哎呀，我都是不错。哎呀，你那么高兴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看上的女人跟我看上的男人，所以我都不能得到，但是他们在一起了，啊，我就好开心啊！你在高兴吗？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们能不能别提他？我头啊！你再扭，你头就不疼了。啊，谢谢。